哎，我们上次课呢是做到这个地步了，就是各种元素呢可以画出来，而且也可以动出来，对不对？可以动起来了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详细研究的详细一点，它怎么样去按照我的想法去动？按照我的想法去动。那么为了测试这个呢，咱们专门写一个类吧，基本知识测试类。咱们再写一个类。为了方便啊，咱们再选一个类，叫 game frame 二零二。这测什么呢？测试窗口物体沿着各种轨迹，对吧？移动。好，然后呢，把一些不太相关的我就去掉了。这些是不是都是不相关的？啊，是吧？都是不相关的，我就去掉。好，在这里边呢，我们研究一下这个，它沿着各种各样的轨迹怎么样飞行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背景图片我们先不加了，来一会儿再说背景图片的事儿吧。来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，现在我们去跑的话，来，首先，刚刚我们研究了什么呢？沿着直线飞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沿着直线飞。下面呢，我想在这儿加一些逻辑判断，比如说，这儿 x 加等于3，我想让咱们实现这样的效果。这儿碰到这儿，啪弹回来，来回弹，左右弹。现在它一飞，是不是飞出去了？好，那么这个左右弹好不好实现？好实现吧，说白了还是坐标变换嘛。一画坐标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这是零，窗口多宽？500。我这儿飞呀飞，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到什么地方弹回来？是不是把我这个？到这儿弹回来啊，这个图片，不能到这儿吧？这是飞出，是不是飞出去了？所以你在这儿呢，这是我的坐标，对不对？这个坐标到什么时候就合适呢？是不是移到这个地方500减去我这个宽度的时候呢，就一切 OK 了？然后是不是就可以改方向了？就不要加了，对吧？x 就不能加了，x 变成减，是不是就回来了？啊，简单吧？我们再分析，它往这儿飞呀飞，飞呀飞，飞呀飞，飞到这儿，是不是坐标变为零的时候，就可以再往这边飞了？想得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在这儿呢，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对吧？咱们写一个变量，用来表示它的方向。如果是向左的方向的话，就 x 加；如果向右的方向呢，就 x 减。然后呢，当你碰到这两个边的时候呢，把你的方向改一改。比如我碰到这边了，我就把让它向什么，向左飞，把这个 left 方向改一下。碰到这儿呢，再把方向再改一下。听懂了没有？加俩小变量就可以了。看一看，刚刚我说的是 x y，对不对？那么我在这儿呢，再加个方向，比如说叫 private，left，对吧？是不是飞向左边？左右其实用一个就行了，对不对？If 如果是 left 的话，应该是 x 减嘛，啊，否则呢，是不是 x 加等于3？向右是加嘛，向左不是减嘛，对不对？坐标不是这样的嘛，向右就是加嘛，向左就当然是减了。然后呢，在这儿。加个判断，什么时候改方向？什么时候改方向呢？首先碰到右边的时候，就是 x 大于什么呢？我们这个窗口多宽？是不是500500啊？好，咱们就大于500的时候，对吧？我刚刚说是不是要减去我们这个太阳的宽度啊？对吧？太阳我们大约就30吧，咱们就先定30，先写死，可不可以？后期可以做调整。大约是30，
然后呢，怎么着？是不是应该 left 等于 true 了？啊，你这不碰到右边了吗？这是窗口吗？你已经碰到这儿了吗？那是不是应该改变方向了？这不就改了吗？left 等于 true。如果在这儿，x 小于零，我是不是又该向右了？看懂了没有？好，跑起来。飞得太慢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加快速度？应该，哎，是不是移了？看到没有？好，这就来回弹嘛。当然，上下你会不会搞？会了吧？不会才怪，对吧？基本上跟它是一样的嘛。我把这个上面这个注释掉。if 咱们就 up 呗，这叫 up，对吧？如果 up 是 true 的话，y 减，否则呢，y 加，这个要不要写个 y 大于？y 大于这个500减30是不是出去了？啊，那就 up 等于什么？等于 true 嘛。到最下面了，现在需要向上了，对不对？y 小于零，up 等于 false。然后呢，咱们这个三搞大点吧，十吧，那飞得快一点。看一下，是不是来了？好，不过我们刚才注意到个问题啊，这个飞的时候呢，飞到这儿了，是不是到这个标题栏里边了？这是我们不希望出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什么，纵坐标，这是零，大约这是30或者40的位置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们就以30为例吧，就以30为例。所以我在这儿呢，y 小于什么？30。再看一眼，差不多吧？OK，大约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这就是上下弹嘛，对吧？上下弹，小时候玩过类似的游戏吧？啊，玩过没有？我记得我玩过这样一个游戏，这个下面是一根绳儿，你往这儿啪一蹦，对吧？这个人就跟着上下蹦，那不就是这个东西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往这个绳上一踩，然后啪啪啪上下蹦，不就是坐标的一个变化吗？是吧？好，当然我们可以搞得更复杂。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动作，上下或者左右移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。一会儿咱们做更复杂的。